岁月长，岁月长。大漠风霜，滔滔千秋的英勇形象。不等长城被浩瀚，勇者不惜血与汗。我哋就会带大家去到河北省山海关同埋北京附近居庸关一带地方参观一下嘅。而历代嘅人咧，为咗修筑长城，佢哋付出咗好多血汗同埋代价嘅。修筑长城嘅人力咧，主要系嚟自军队、罪犯同埋数以万计被征调嘅民夫，佢哋要离乡别井，远赴边疆去修筑长城。冇错啦，就因为咁，所以就产生咗《孟姜女哭崩长城》呢个故事啦。不如我哋就用男音演绎下呢段家传户晓嘅民间传说啦。中国
烈女哭墙的悲凉故事一直流传了2000多年咁耐。不过姜女庙据讲是在宋朝那阵才兴建的，而在姜女庙附近山海关，论年代当然是稍为逊色，但是论到气势，姜女庙就真的要甘拜下风了。山海关关城一共有4个关门，最多人识的就是这块写上天下第一关的东门，不过这块只是复制品来的。原来真迹是收埋在2楼。这5个大字究竟是哪个墨宝呢？根据当地的地方志，这5个字原来是明朝一个叫做萧显的进士所写的。山海关并不是一般的关口，它里面还包括有城台、敌台、烽火台等等，可惜大多数都毁于战火，只剩得颓垣败瓦被后人凭吊。距离山海关大约4公里的地方，就会见到一座宏伟的入海石城，这里就是万里长城的入海处老龙头了。据说当年长城修到这段起城的人，突然间见到一条神龙从天而降，还在山岭上画了一条白线，跟住神龙就将龙头伸入大海，因此他们就叫这里做老龙头了。其实这些只是传说来的，老龙头实际是明朝继镇总兵戚继光所兴建的澄海楼遗址。这座石城的地基是用花岗岩砌成的，在石头边开凿榫位，再倒入熔铁，那些石头就会黐埋上来的了。在八国联军嗰阵，呢度饱受枪林弹雨，连呢座稳固嘅石城亦都抵挡唔住。而家喺岸边仲可以见到当年倒塌落嚟巨型嘅花岗岩。喺旧年，老龙头终于重新修好啦，游客登上呢座宏伟嘅入海石城，可以睇到老龙头原来嘅面貌。离开老龙头，我哋继续沿住崇山峻岭去到另一段长城遗址。鸡真长城由秦皇岛市山海关开始，沿住燕山一直伸展至北京市的慕田峪，全长有成830公里。而鸡真是明朝长城9边11镇当中战略地位最重要同埋建筑结构最宏伟的一个镇。在这里保留住当年鸡真总兵戚继光的足迹。戚继光是明代的抗倭名将，他在继镇镇守了16年，在位期间他积极修葺和加建边防设备，好像这个有京东第一温泉之称的继门汤泉就是其中之一了。当年戚继光巡视长城之余，都会来到这里歇马晾甲的。而下面这个咁新颖别致的石槽是根据王羲之兰亭序里头曲水流觞而设计的。戚继光为了慰劳将士，在亭内设宴，将酒杯放入石槽随水道漂流，酒杯流到另一边就会烫暖的了。鸡真长城下的天马山风景秀丽，传说在古时有一匹神马降落在山上面，到而家山脊上面仲保留住好深嘅马蹄印添。天马行空只系神话故事啫，但系戚继光就真真正正喺马背上度过一生。佢喺呢度训练过唔少嘅军队，晚年因为军事繁忙积劳成疾，仲曾经喺度养过病。戚继光镇守冀州镇长城嗰阵，用咗一种称为区别缓冲、计躲受兵嘅军事策略。他根据城墙外的地形平坦和陡峭程度分成缓冲两区，再以躲做单位分布兵力。当时整段鸡镇长城兵力有成107,000多名官兵的。鸡县是一个历史古城，以前称为渔阳，因为在城西北无几远的地方有一座渔山，而城呢就在渔山之阳，所以就叫它做渔阳了。据讲唐元宗时，三镇节度使安禄山在这里发动安史之乱，
當地人民認為他興兵反唐是只顧個人自己的享樂而罔顧民生疾苦，於是就改了這間寺做獨樂寺。其實獨樂寺是興建於安史之亂之前的，而寺裏面的主體建築觀音閣就是遼代那陣重修的。觀音閣的建築早已經名聞於世，它是中國現存最古老的高層木樓閣，雖然年代久遠，但是結構一樣咁穩陣。就算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鄰近的房屋，獨樂寺依然屹立無恙。觀音閣裏面放了一尊高達16米的觀音塑像，這座是中國其中一座最大的彩色泥塑嚟嘅。呢一座11面觀音雕工精美絕倫，確實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藝術雕塑。觀音閣下層四周布滿彩色壁畫，裏面畫了很多佛教故事以及明代的世俗風情畫，同那尊觀音像可謂相映成趣了。在遙遙的萬里路途上，古老長城、古老建築往往會帶來新的意趣。一条整体的防线真的很壮观啊！是啊，这条横跨中国大地的长城在堪舆学上究竟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今天就被请来一位既是堪舆学家也是建筑师的蒋康文先生。欢迎你，蒋生，欢迎。蒋生，跟我们讲讲究竟在堪舆学上面长城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在未有长城之前呢，中国呢就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来的。但是自从起了长城之后呢，中国的民族呢就开始统一起来了。所以呢，这个有在气运上呢就有统一中国的意味在这里。另外呢，因为长城是在中国的北方山脉那里，它起起来呢就是目的呢就是古代帝王来压制北方那些、外族的龙气的。用建築物來到壓制龍氣的做法在歷史上面常不常見呢？很常見的，我們經常見那些起那些樓啊和塔呢，很多時候都有這個這樣目的的。咁舉一個例，以廣東的廣州那個5層樓呢，原名就叫鎮海樓，它就是明初政府呢就為了壓制廣州的龍氣而做的。而在清朝的方面呢，它也嫌長城呢破壞了清東陵的風水。就是因为风水这个原因，原本在燕山山脉延绵不断的济州长城一来到昌水山这段就突然间中断了大约5公里。长城是不是有碍风水呢？这个是另一回事，因为当你看到这里烟雨斜阳的优美环境，你自然会觉得清东陵依傍在青山绿树之间，的确是有气势之余又带有一种如诗如画的韵味。提到万里长城，不能够不提一下清朝的历史。长城的修建基本上是历朝都未间断过的，但是到了清代就终于停止下来了。而终止长城修建工程的就是埋葬在这座景陵里头的康熙皇帝。康熙是清朝的第二个皇帝，他认为根据清初军事政治形势已经再没必要修筑长城，从此长城就成为一种但牛形胜撞山河的历史遗迹。因为清政府放弃修筑长城防御，改以另一种怀柔手段笼络外族，于是就建造承德的避暑山庄了。承德距离北京只有250公里，如果说东北的白山黑水是满族人发祥地的话，这样位于燕山腹地的避暑山庄就是满族人入主中原建都北京之后的第二个政治中心。这里是满清皇帝在北京以外处理军政大事和民族问题的重要地方。
呢度嘅每一间公室都有记载康熙盛世嗰阵同国民族友好嘅佳话嘅。整个避暑山庄摆脱咗一般宫殿嘅堂皇布置，而系着意追求一种山林野趣，好似呢一座用楠木搭成嘅淡泊敬城殿，木梁上面冇加上任何彩绘，平实清淡，保留翻木质本有嘅木色同埋木味。康熙曾经多次在这里接见各个少数民族和政教领袖的朝觐。曲廊回环，庭园深深，这间四支书屋是康熙读书的地方。乾隆也曾经在这里接见班禅六世和蒙古族的领袖。烟波智爽殿是皇帝的寝室，这里的布置可以算是山庄里头最堂皇的了。不要以为避暑山庄只是一个避暑圣地，在这里发生过不少的历史大事的。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咸丰仓皇来到这里避难，第二年就在这里病死了。后来慈禧在西暖国发动辛酉政变，开始垂帘听政。避暑山庄的特色在于它经历过清朝三个皇帝87年的刻苦经营，这里聚天下盛景于一园，兼有南雄北狩的气魄。山庄虽然以山为名，但是它的情趣就是在于水吧。在这里有一条热河泉，所以避暑山庄又可以称为热河行宫。山庄72景之中，单是湖区就已经有15景了，如意洲、西子湖这些江南名胜一一呈现在眼前。沧浪醉，你觉不觉得它有些苏州沧浪亭的风采呢？康熙和乾隆王曾经6次下江南，就是要将江南美景搬到北方欣赏。这座金山亭也不失镇江金山寺的气势的。山庄山庄当然是以山建庄，山区的面积呢是占了整个避暑山庄面积的80%。看完这个随风晚照亭，你会不会觉得大自然鬼斧神工是几咁值得我们赞叹的呢？他将一支咁别致的棒槌馈赠给山庄。避暑山庄是中国最大的皇家园林，而在号称40里小长城的宫墙外面，就是气势更加磅礴的外八庙了。清初清朝廷先后在这里兴建12座庙宇，其中8座就是归北京管辖的，所以就叫做外八庙。来到这里，你会不会觉得自己好像去了青藏高原、天山南北那样呢？根据乾隆的讲法，建造这些庙宇的目的是要因其教不逆其俗，顺应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达到众志成城、边境治安的统一局面。就看看这座目前世界最大的木雕佛像，有时真是不到你不信，一座喇嘛庙确实胜过10万兵。这座庙宇是仿照西藏扎杂伦布寺所兴建的。寺里面的庙高庄严殿是班禅六世离承德之后打坐讲经的地方。殿脊上面的金龙每条大约1吨重，龙是皇帝的象征，将这么大的金龙装饰在殿顶上面，可以看出这座庙的地位是多高了。这间高踞山崖、红墙白壁、气象巍峨的庙宇，就是有小布达拉宫之称的普陀宗城之庙了。当这间庙在乾隆36年，即是217年前落成的时候，刚刚撞正在明朝被人欺骗到国外的土尔扈特蒙古族首领厄巴石汗率领部下回来中国，于是乾隆就亲自撰写碑文表扬他。
在承德地区最北部，有一个同避暑山庄有密切关系的地方，就是木兰围墙了。木兰围墙是清朝最大的狩猎场，一到秋天，清代皇帝会和公孙贵族就会来到这里打猎的了。一时间千乘万骑，旗帜飘扬，场面很壮观的。开设木兰围墙就是要保留满族世代持平山林的风气。承德的优美风景虽然令人乐而忘返，不过满清仍然都是以北京紫禁城做大本营。中国六大故都当中，只有北京是坐落在万里长城的脚下。古长城可以说是北京历代荣辱兴衰的见证人。古都北京的一砖一石都是包含着无限的魅力，引人回溯中国过去的悠悠岁月所经历过的风云变化。明初开国，朱元璋采取大臣朱升高筑墙广积粮换清皇的建议，所以明代二百几年国造当中，不但没有停止过修筑长城，而且还在全国各州各府各县里面修筑过不少的城墙。好似呢一座德胜门箭楼，就是保卫北京的前防堡垒，上面的箭窗可以注视八达岭上面的烽烟。北京城内有重重城墙保护，而城外又有绵绵长城防守，明代的防御措施的确是做得很足够的。而在北京城近郊有不少的防御工事，好像这里原本是京城附近一个屯兵要塞来，但是经过几百年的变迁，这里已经成为一个城池环抱的小村庄。这座宛平城地处北京的南大门，由于属于平原地带，所以无险可守，于是崇祯皇帝就在这里附近的卢沟桥边修建城池，专用来作驻兵之用。现在见到墙上面炮火的伤痕，是近代战争遗留下来的痕迹。卢沟桥是入京城的最后驿站，亦是出京城的十里送别长亭。他经历过的悲欢离合，真的好像这里的石狮子，很难数得清的。